中国汉字中的人字就是一个相互支撑的架构，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当中国全力抗击疫情之时，许多国家和军队向我们提供了真诚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军队将积极开展国际军事合作，与世界各国军队一道携手抗击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公共安全威胁。我们坚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迎来一个更加明媚的春天。这个春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谢谢。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